现在开始双上疼痛啊，就当刚才那个暖身很好，真的，那你不错，有领悟，你那个实战磨练那个概念很好，啊，你从逻辑、权理说明分析跟实战自己去体会。两种模式你都可以，啊，三十秒，都很练的，啊，练得出你的风格的实战啊，这样就对了哈，啊，就好像那个好的舞伴跳舞有来有往，不会踩脚，啊，搭桥多一点啊，手拍呀，啊，抓啊，三七的比例好了。另外就是我讲那种，有的突然连续打不停打，有时候就停住稳住好一分钟哈，稳稳的撑住的一个架构，然后整个架构威胁住、逼压住这样子，深呼吸，然后有点试试看传功偷功那个气力，啊，好，啊，那个 Scott 跟我抗力抗久的话，现在应该就是这种体型块头，你的抗力。偷那个气过去那种，还有夹走哈，啊，一分半啊，深呼吸啊，很棒。哎，啊，真的哦，绵绵不绝，两个都能够打得这么好啊。绵绵不绝有章法哈，啊，两分钟啊，不是只是这动来动去，根本跟互相没有威胁那种是不算的。两个你现在打起来又有威胁，更有一个很好让我喜欢的，就忽有碰触打到却没有真的伤害，那个才很厉害。再来，啊，现在两分二十秒，来 ，score 强一点，打到。啊，两个都要打到头脸，不是猛烈，是要碰触打到来，对，要有信心，不要怕失手打错打死打伤啊，很好，时快时慢时冲时重时轻啊，蹲好，来 Henry 蹲嘛，不要抬脚，后脚跟不要起来，不要垫起来，深呼吸，来 go 强一点，好，50分了，来，能不能再来，不要预期停啊，我没有说停，你们要用心打啊，再来，太棒了哦，这个很好，啊，对 ，Henry 也是啊，很好，来，深呼吸，深呼吸，来三分多了，再打一点，哎对，好，强一点，对，强一点，来强一点，深呼吸，对，强，对。你虚招也要实招打出去啊，不然都根本不知道你有虚实的那个啊策略的。好，来盘手，两个盘手给我看，盘手 warm down 盘手，盘旋盘动，盘。哎，好，我拍到你们的表情的哈，啊，调息深呼吸很好。哎，好，换手啊，换手，好，换边啊，换边，啊，深呼吸。Thank you.